跑掉了吗？ 掉了。 捏了，前面。
有封印，他们在封印火毒。火毒，火毒，火毒，火毒！这是小仓库。给他喷个烟吧。妈呀，大哥，你跑什么？你拉我，大哥！你不应该封烟，根本不需要封烟，这里。封烟，等一下，他那个手雷你都不知道。